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段。行了，你别说我了，我知道了。眼睛里面出花了，出花。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变成备选的了？这是该这个环节了，应该对。大龙老师，你记不记得我？我大龙老师早就忘了你，我记得你的。我们曾经合作过《诗人的旅途》和《化蝶》，我是那个梁山伯。梁山伯啊，有一个节目，对，是梁祝，你是演的梁祝对吧？啊，对，所以你看，那就选我了，是这意思。那倒也不是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刚才方老师说了，你毛老师都跟了那么久了，对，没有意思，换换口味，来我这儿吧。你脸很小，可以很适合拍戏哦。然后拍完戏可以再来演舞台剧，不要听他的。你是为越剧而生，你不能去像他那样去什么拍影视剧。你看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哎，我是演花旦的，小生一定要花旦配的，对吧？对，到我这边来，那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我不表态，我不表态。就是、你本来就是浙江小百花，就是什么都是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学，但是跟我们就可能是最后。